好，欢迎收看半熟夫妻玩 game。 今天要来教大家怎么快速赚钱，自制蝎子岛。这款游戏赚钱最快的方法呢，不是钓鱼，不是伐木，也不是炒大头菜，最快的方法就是拿起网子去抓一只价值8000元的蝎子。如果不知道怎么抓蝎子，可以看接下来的教学咯。第一点，准备好2000里程券，到机场搭飞机，随机到一个小岛。首先登岛前呢，需要做好准备工作，扩展背包格子，这个可以在离客服务处的离端机买到票进行扩大。需要准备的工具有：一、铲子，用来敲石头挖树根用的；二、撑杆钓杆子，岛上出现断途河流使用；三、捕虫网，用来捕捉蝎子用的；四、斧头，用来砍树用的；五、梯子，岛屿出现悬崖的时候使用；六、水果十颗，可带也可不带，预防不出水果的岛屿。这次运气很好，到的是竹子岛，没有河流，不会生田鳖，优点就是没有悬崖的阻碍。如果想要快速赚钱，就要刷到好的岛屿再进行蝎子岛。像这个岛，我们之前刷到的有河流、有悬崖、有2层的岛屿，这种呢就可以直接放弃了。因为要爬上爬下呢，要花很多时间。登岛之后，岛上都会配置有花、杂草、树木、石头等。首先拔掉杂草，收集掉岛上所有的花卉，再来是收集矿石，再进行削脆，再用斧头砍掉树木，用铲子挖掉树根。整理好岛屿，接下来就是赚钱的时间了。当捕到一只后，系统就会自动刷新岛上的昆虫。如果遇到的岛屿有河流，要先捕捉掉田鳖哦。一开始可以拿着钓鱼竿或是撑杆钓杆子，不要拿着捕虫网，因为一拿起捕虫网，蝎子就会警戒要追你。方法一，当发现蝎子后，需要长按 A 键移动，然后跟他玩1、2、3木头人。蝎子放弃了警戒后，再慢慢靠近，这个时候按 A 就能轻松抓到了。方法二，转身捕捉，在驱赶其他昆虫的时候，蝎子有时候会突然出现，这时候不要停止奔跑，长按 B 键加速跑。当蝎子来追，适合的时间点放开 B 键，然后往蝎子的方向算好捕虫网，抓下蝎子的距离，转身一抓，瞬间捕捉蝎子。但这个有点难度，需要好好练习才能抓好节奏。这个呢，就是没抓好节奏的例子。方法三，挖陷阱捕捉。当发现蝎子的时候，跟它玩赛跑，引它到陷阱的周围，让它卡在陷阱里走不出来，然后呢，再站好位置，瞬间捕捉。目前蝎子出现的时间是晚上7点到凌晨4点，5到10月。如果想要成为蝎子大亨，要多确认一下时间哦，然后就可以去商店卖掉蝎子赚钱还掉贷款，或是等周日的时候使用所有的存款买大头菜，等价格涨了以后卖掉大头菜。后续呢还会更新其他动物森友会影片，喜欢这支影片呢，可以点击喜欢，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也可以订阅一下哟。我是哈娜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